哦，表妹来了呀！嗯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打马卡的。打马卡呢？极品，对。极品呢？嗯。那个，没，确实特色呢，它这个料子。这边还开窗了。开了一丢丢。喂，这个是辣的吗？开涨了吗？来来来，放点水看看。开涨了。对呀。开涨了，给你100块干。哎，你好意思说100？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。最低什么价格？最低什么价格？不要砍我了。1000块钱。1000块。嗯。400吗？哦，这个品质倒可以的嘛。我发现我是说多少你都要砍我一刀是吧？哦，估计能做界面了吧？这个500，怎么样？高高给嘛，老板。裂多啊，只能取小挂件了，滴滴摸摸的呢，看到没有？那总好啊。开窗部位刚好能取一个小貔貅，或者取一个小界面啥之类的。又是打马砍窗口。500块吧。可以吧？下次我要喊100万。喊100万，把你带上可以吗？砍价方式。嗯。不可以。不可以。你问一下二表姐同不同意？他同意就可以。讲他干什么？我们两个在这里看料子吗？你讲他干什么？肯定要讲的，我怕他打我。嗯，你不说我不说吗？谁也不知道吗？啊。耶，我肯定要说的。肯定要说的。来了，500块钱。哎呀，好嘛，给你吧。嗯。兄弟们来啊，这个料子挺纯的，看到没有，起到冰感胶感的啊，很好啊，这个胶感非常不错，而且肉细带点情底，非常的舒服，这个料子喜欢的来啊。